我是陈冠希，我现在在 LV，我遇到一帮很坏很坏的人，the gangster，you know，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，微信转账300，帮我回香港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向你敬礼，salute。啊，我是周杰伦，但是我微信只有299元，还差1元，怎么办？差1元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是陈冠希。神经病吧你！抖音。出海，你在吗？好，小姐你好，你好，我在那个加油站刷车了。有什么事？我看到下属和一个人进酒店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什么？我不懂哎。下属跟我说，他要去买很性感的泳衣。微信转账300，我帮你拍照片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大声点，我听不见。抖音。看我发现了什么？他们在那边。懂我意思吗？没有想到，我的 A186 还是输给了奔驰。梁记，我想加入你的车队。300块，300块，300块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还不错哦，没想到你还记得。可是我微信里只有200，下次去秋名山的给你啊。抖音。拓海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你怕了吗？怕你个大头鬼了！我在外面开车了。还有你这微信头像要怎样？不说话已经很吓人了。你还差我100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让我来和他说吧。你好，我是 Nike 车队的钟礼业，请问你知不知道谁是秋名山车神呢？那首先排除阿木。昨天晚上我输给一辆 A186，他用惯性漂移过弯，车速很快。我只看到他有个招牌，好像叫什么藤椒豆腐。我喜欢麻婆豆腐。梁静，你闭嘴了，是藤原豆腐了。原来昨晚那辆卖得跟瓜牛一样的 GTR 是你啊！不是吧，这么嚣张？不如今晚秋名山见，可是先跑到停车场。梁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300，跑最后一名的转账300。300会不会少了点？这样吧。跑最后一名的转账1000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都可以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抖音。拓海，我想和你爸跑一圈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可是我爸也很穷哦。借一次不是借钱啊。你爸才是真正的秋名山车神，汤原文菜。不是汤圆，是藤圆啊！你最近是不是没吃饱啊，梁姐？要不要给你送点豆腐？不要辣椒，不要葱，也不要蒜。我真的很想跟他跑一圈了，就一圈。我是可以安排了，但是有蛮多人想跟他跑，我来帮你问一下好了。哎爸，有人想吃你豆腐哦，不是，有人想找你赛车的。问他开的什么车？FC 呀，豆腐楼，臭小子没礼貌！哎，慢点慢点，
不好意思，我八个多了。这样吧，你先赢了我再说，三百一次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三百就三百，我高桥良介出得起。我还欠你一百，只要给我二百就好。今晚秋名山见。要不要把头位让给你啊，豆腐楼？不用麻烦了，请你到时候开快一点，我还要去把下属的泳装给退掉，明天又倒货七天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